圈哈、哦、跟 fold 回圈最大的差别哈、哦，就是说那个 fold 回圈的那个初始值，它写在这里。那坏回圈的话，你可能要自己定义哦。如果你没有定义的话，那它就没有哈、哦。那再来的话呢，结束值可能就是一个逻辑啊。那在这里的话呢，就是它已经写在这里，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改成坏回圈，我们把它先注解这一行好了哈、哦。那要怎么改？首先的话，你要记得哈、哦。画回圈呢，跟 for 回圈有三个地方不一样。第一个的话呢，就是你的这个 i 的值哈、哦，必须要自己定义，i 的初始值等于一，这个初值要自己定哈、哦。那 for 回圈是已经写在那个刮胡里面，那再来画回圈就打画 w，它自动出现。画有后面的话哈、哦，你就是 i 当什么条件等于 true 的时候，它会进到底下的动作。就是当它怎么样？当它是小于，应该是小于100啊，小于100啊、哦。当它是99嘛，然后100的话呢，就不是了。那 false 的话呢，它就跳离回圈了。哦、OK，所以当它一哎一四哈，然后呢，一样加一个冒号。OK，好、哦，所以当它，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哦，哎，这个好像跟这边有没有？这个如果跟 for 回圈比，这个再搬到这里，这个搬到这里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点哦，就是那个哈、哦，其实在 for 回圈后面有个 step 有没有？这个你要加哦，哦，那 step 特别注意，如果画回圈哦，假如你没有加那个东西的话，那它会变无穷回圈。为什么？因为它 i 永远等于一嘛，它不会加一。那 for 回圈会帮你加一哦，OK。所以特别注意，你这边可能要什么 i 等于 i 加一，哈，OK，或 i 加等于也可以的哈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它就讲先 i 等于一嘛，然后比一下啊，i 有没有的话帮我加，把它加起来啊。这个时候呢，i 等于 i 加，就 i 等于2了嘛。好，2的话呢，再到这边判断一下，哎，有没有？有还是加？好，加2，然后再加，一直加到99了，OK，99再加一变100。那一百有没有小于一百？没有嘛，哈，没有，因为它等于嘛，所以怎么样？它就跳离回圈的，就结束了。OK，结束之后的话呢，就把什么呢？加总结果输出，就这样子。OK，我们来试一下这边的话执行，加总结果。OK，有没有4950？哎，结果跟刚刚如果用 for 回圈是结果是一样的，啊，只是说哈，当然我们是用那个 for 回圈的角度哈、哦，看坏回圈呐、啊，所以变成就有三个东西，你要变成额外把它分开来，好、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哈、哦，这个初始值有没有？这个逻辑拆到这边，路径拆到这边，三个东西。那如果说我今天怎么样？哎，要把它怎么样改成奇数的啊、哦？那刚刚不是有个奇数？假如说我今天奇数的加总，或者是偶数的加总的话。那我们前面是什么？用那个就是 step 嘛，哈，所以奇数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应该什么？i 等于加，哎，对哈，因为 step 嘛，所以刚刚是 i 等于 i 加2，一然后加2变3，3加2变5，哎，有没有？所以13579，如果是奇数的加总的话，那应该是2500，哎，2500没错。好，所以基本上哈。它其实，它们两个基本上之间是可以互相转的啦，啊，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哈、啊，假如说，我希望哈、啊、把它加总做变更的话，可以用这个方法哈、啊。这所以第一个画回圈哈、啊，它、啊、主要是强调的是这个它的条件啊。那另外的话，请各位试一下，如果同样的方法，假如说我们刚刚有一个什么呢？哎，九九乘法表，如果我今天九九乘法表，希望怎么样？把它改成坏回圈，所以我把这个刚刚的复制一下，而且再把它贴啊，因为如果要保留旧的，啊，把 for 改成什么九乘九，啊，这边把它改成坏了，哎，我要改成坏了的版本，那坏了的版本呢，打开来，OK 哈，啊，这个是那个 for 回圈的版本，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改成那个什么呢，坏了回圈的版本，那我刚刚讲过嘛，三个地方哦，好啊，所以习惯一先改那个什么。改 i 好啊，改 i 的回圈，所以我先把它注解掉哦。然后你就想 i 先初始值等于一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呢，
条件的话呢，就是 while， 当它什么 i 的值呢，小于10的时候，那步进的话记得怎么样，要在这个的最后面 print 的下方或上方都可以的话， i 等于 i 加1，这样就 OK 了，所以特别注意，如果你今天九九乘法表，你不要用那个什么，用 for 回圈输出，你要 while 回圈输出的话，只要改这三个，一二三，试一下好了，当然你可以一个 while 回圈，另外一个是 for 回圈，可不可以试一下，印象中好像可以，输出，结果一模一样，有没有？不过应该没有人这样啊，那么奇怪，外面是坏回圈，里面是 for 回圈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，反正说真的，这种写法你这样也可以。那如果两个颠倒 ，for 回圈外面，里面坏回圈可不可以？也可以。所以回圈怎么写都可以，只是说我讲过了，最好是写出来的越好理解越好。所以如果有范围的话，最好用 for 回圈，不然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用坏回圈也可以。只是写出来，像 J 我还没改哦。J 如果要改的话也是一样，有没有 ？J 如果要改的话，那怎么样？先按个 Tab，J 等于一，初始值。那 while 的话呢，就把它写在这。while J 小于10，然后呢，当这个条件怎么样？当这边跑完的时候 ，print 怎么样 ？J 等于 J 加一 ，OK， 好，改完了，试一下。执行结果一不一样？等一下，这边是漏一个，这边少一个冒号 ，OK 常常漏掉 ，OK， 好，执行，结果一模一样，有没有发现？所以其实啦，for 回圈跟 while 回圈两边是相通的，只是说两者强调的点不同哦，如果以比较起来的话，其实 for 回圈会比较简洁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都写在一起，都写在那个 for 回圈后面，然后while 回圈给它拆成三个地方放，那请各位试一下好了，就刚刚就是把那个什么呢，一加到99哦，一加到99把它改成 while 回圈，第二个的话呢，那个99乘法表把它改成 while 回圈，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那以后的话啦，当然如果你那个星号输出可不可以改成while回圈呢，当然也可以啦，其实两边是相通的，那只是说呢，用while回圈呢，可能for回圈一行可以解决的，但如果用while回圈呢，可能就要拆成三行，当然这个前提是如果你要表示的是一个范围的话，while回圈是这样，但是如果你是要表示一个无穷，就是说你要让它不断做到某个条件停下来的话，那用while回圈会比较简单一些，也就是我们这边是累加自己加，但是未来如果那个条件不是自己加，而是一个不确定因素，可能有时候加一，有时候加二，有时候加三的话，那用while回圈可能会比较恰当一些，请各位试一下。